尹川，你好，你还记得我妹妹袁之华吗？她不太引人注意，如果你已经忘了也不奇怪。袁之南，我是三月初转学过来的，那是一段非常难忘。你好，我叫袁之南。跟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，是不是应该把口罩摘下来啊？你好，我叫袁之南。从我看见你的那一瞬间开始，我就满脑子都是你了。我写了一封情书给你，接着又写了好几封。你真的很喜欢他。信？什么信啊？是不是写这本书的？我还没看过这本书呢。所以你要感谢我，感谢我。你等会儿啊。人生啊，真不是你随便扒拉扒拉就能写清楚的。你以后肯定能当作家。姐姐，如果当初能嫁给你，那时候的记忆为什么还是那么鲜明而深刻呢？